的那个宣言稿，那里面的那个气氛是这么的欢乐，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个毕业聚会，真的觉得很感动。对，这个是沈家小孩最喜欢的。啊，对。Amen。 小牌生活，小时候是小牌里面的哥哥姐姐，还有一些服侍者带着我去做各种的活动。那我很珍赏喜欢呢，他是个很贴心的孩子啊。阿门。看到他心情就会很开心，这个是我每天的生活啊。也会关心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可以与服侍者有交谈。阿门。之后我也很感谢我的同伴会陪我一起操练。阿门。可以来看他，那时候他们两个才刚要学走路，我们家的那个矮柜，他们两个扶着那个矮柜在走路，对，我刚出门前看着那个矮柜真是历历在目。三个孩子已经长大，我们为集美小孩的摆上跟付出，这些呢不只是让我们看到榜样，而且呢也让我们饱尝了教会生活的美善。在青少年区配搭，然后接下来会在六七会所服侍。啊，对。去年三月来到文山一大区，对。那来这里也快一年半了。阿门。依着主的带领，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主带我来到文山一大区，在这里接受弟兄姊妹们的照顾，还也有很多的成全。啊，对。不是。到今年2024年服侍了7年，阿们在这个配搭过程里面最感谢的有我的姊妹因为我们家也同时是社区开家，就开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所以各位可以想象这个是不太容易的。我出来啊，这边在跟配搭服侍，然后我姊妹呢就在家里面照顾大大小小，从这个主日聚会之前的整理、会后的打扫，都是我姊妹一手包办，来奔跑暑天的赛程。那我在陪佩拉青少年服侍了7年，之后回到社区之后呢，有一个心愿呢，我跟福丹就是要更多的成全教会中的青职们，因为啊，在这个青职们他们实在是需要在教会中得荣复兴啊。Thank you.